2021年只剩最后12天了，你还有什么遗憾吗？剁好的虾泥加入屏幕上调料和蔬菜，装进白花袋里，口子可以稍微剪大一点，更好挤。挤在海苔上，然后卷起来。 煎的时候搓一搓，变硬了就可以出锅了。越来越冷了，今天来个水果茶吧。柚子皮上戳上几个孔，我用的是茉莉花茶，用其他的茶也可以哦。柚子苹果打底，加入冰糖，倒入茶水。煎过的海苔口感更好。淋上喜欢的酱汁。 海苔包裹住了虾的汁水以及玉米粒的香甜，再来一口暖乎乎的水果茶，不仅大朋友喜欢，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哦。